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So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if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Cause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想访问一下。好。你现在是什么心情呢？我觉得我拖累了，快进食。我一直失败，他就要一直帮我塞。嗨，哇，我现在真的长得很不像我。你快点 show 一下你的睫毛。睫毛弯弯，年龄了，我们透露年龄了啦。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摄影棚里面拍东西，然后平常呢我都是这个位置的人，所以我今天非常不习惯。第一次认真的坐下来跟人家弄就是 hair and makeup 的。妆发，我以前都觉得就是哦，他们就是很轻松，站上去就这样，这样就很美。我说哇，为什么我站上去之后，我就觉得自己第一很尴尬，然后第二就是表情僵硬，然后第三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对，就是没有很好看。希望第二套会更好。会的。哇，真的很少带到假睫毛，就
就妆跟你平常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播台湾歌，然后就是一些阿令的歌啊，对，然后就有点悲伤，对，一直那个 playlist 都是很悲伤，对，跟很抒情的，对，所以我们刚刚就是换了一个 K-pop 的，然后现在变 Blackpink 无限循环，那我们就等会再见吧。刚刚说这个是第二个造型，刚刚说现在长得很像日本的家庭主妇，日本人，这个叫什么？小笨，哇，实在是太细又太塌了，就每拍一阵子，他就要重新帮我塞一次，弄了好几天。今天过后我就决心要去烫那个发根烫，是因为今天，所以你就对，就是认真的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Tigers on trains, watching you go. Head in the glass, fog in the window. You're never gonna come back. Not much for you. You're never gonna come back. 对对对对对。好。三，three, two, one.大家好，台湾女生向来很重视发型打扮。说到2020年女生必备，大家好，台湾女生向来很重视发型打扮。说到2020年女生必备，没有见你的名字，我是谁？对，可以说大家好。喜欢，对。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 Cindy。你们见证奇迹的那一瞬间，我想要把我的假睫毛撕下来了。来喽，一、二、三，好，哇，哇，很浓耶，真的很浓，哇哦，哇，痛吗？又又忘记怎么唱，睫毛，我眼睛眨眨，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保护当事人，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你知道，其实我今天啊，在来之前，我们现在这个连腮红都还在哎、欸，腮红很浓啊。哎，你还没戴口罩？哦，还有，我 almost forgot。所以才看我都忘了，所以才看到腮红。好险，我们在十五楼。我还有时间，OK， 对。I'm safe. 我说我今天来之前，其实我都有点小失眠，就是很紧张，因为我本身对于拍照这件事情很有恐惧。然后，因为我本身对于拍照这件事情很有恐惧感，就我觉得自己很丑，然后很尴尬，很僵硬。顺利的结束了，你觉得 OK 吗 ？OK 啊，我觉得蛮 OK 的，真的。嗯，好，谢谢大家，请大家期待成品。哦，不对，你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看完成品了。对，所以耶， yeah! 大家可以留言，给个赞，给谢谢。就是可以留言下面跟我说，Cynthia的尴尬指数从一到十的话是几分呢？你看他已经开心，开始动。可以动来动去了。我爱的韩国菜，我也爱韩国菜。我们已经决定了。我天，我真的好可怕。Maria Maria， 嗯，这个很小的方块。嗯。What a day！ 今天早上我因为太紧张，所以没有
好好的交代说，哎，今天这个拍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前阵子呢我收到一个邀约，然后是沙宣他们家有一个新的 campaign， 然后想要邀请有台湾、香港跟韩国三个不同主题的女生，用他们的产品做一些不同的发型变化这样。因为我是台湾人嘛，所以刚好就符合了台湾这个主题的条件。一开始我听到这个 project 之后，其实我很兴奋，就是觉得我很荣幸，就是有你知道有品牌看到我，然后愿意跟我合作。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自己又很抗拒，因为我没有接过像这样子的合作，我没有在那么 professional 的setting 下面拍过影片，更别说现场有这么多人就是看着我一个人拍这样。就是你们看我平常的 IG 照片啊什么的，其实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力气才能够拍出一张比较自然的照片，所以这一点我对自己也很没有自信。我没有讨厌自己的外形，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很美的那种女生，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去那边然后又会很尴尬，又会很僵硬，然后又会给人家添麻烦，那不如就不要接好了。刚开始我是这个想法啦，但后来就是也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就还是去了。那在这边呢，先非常谢谢品牌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因为就是我真的平常一般来说我都是跟着人家去拍摄，然后我待在旁边帮忙的那个，然后今天忽然我突然有点想哭怎么办，今天忽然从幕后就是变成在演出的那个人，其实感觉是很兴奋然后很开心的。然后今天的化妆师、摄影师跟就是帮忙协调的staff 人都非常好，然后他们真的很辛苦。但我必须说我觉得最辛苦的是发型师，因为我们今天拍的是有关头发的广告嘛，所以他就要一直去 fix 我可能弄乱的地方，或是要确认说我的现在头发状态是不是很蓬松，看起来很美这样子。我现在这个 moment 我是刚拍完，然后就是还不知道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所以我现在真的是 fingers crossed 希望出来的效果是好的。今天是我第一次做这样子的拍摄，然后很多地方可能不是很自然，这一点希望以后还有其他机会可以越来越进步这样子。那今天这个 vlog 呢，就是 for 我个人纪念，也是想要记录一下第一次在香港拍这样子合作影片的经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拍出来的成果啊！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今天发生了。那我们就下集影片再见吧，拜拜。Told my brothers one day we gon' make it. 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Till one day I'll be stomping.